你爸爸身体是好啊。哎，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就练嘛。对，从一小就好练。对了，嗯，从童子就练。对了，童子功嘛。那可不，你爸爸是整身的童子功。哎，直到现在啊还练呢。离现在你爸爸还是童子功呢。那是，他就是好练。哎，那个体格多好啊。哎，要说你爸爸这童子功练的那确实是真不错。哎啊，他这个练功啊，啊，什么时候都练。就说嘛，嗯，你知道现在还整身的童子呢。哎，丁啊，怎么意思您了？嗯，丁现在怎么着？童子功吗？童子功。哎，要说他那个童子功啊，那别说了啊，搁下吧。怎么了？你说我爸爸顶现在是整身的童子功啊，我爸爸六十多岁了，我爸爸现在是童子功，我打哪来的？嗯嗯，那你就甭管了。对了，我要说他们别说了。嗯，怎么甭管了？这里有我的事吗？我不管，不像话。怎么不像话呢？你这话呀不能把它连在一块儿说。你说他练的是童子功行，嗯，不能说他到现在还整身的都是童子，那不像话。他盯到现在还有功夫呢。哎，他老练嘛。那是啊。嗯，那腰练的跟皮钢似的。那都是练的。大腿跟钢炮似的。那是练的。你爸爸那胳膊练的跟防驼似的。嘿，练的。手跟蒲扇似的。练的。手指头跟棒子似的。练的。脑袋跟蒜似的。练的。那脖子跟馅儿似的。哎，那等会儿吧，别练了。啊，这还练什么劲儿啊？功夫嘛。哎，什么功夫啊？怎么了？脑袋跟蒜儿似的，脖子跟馅儿似的。嗯，功夫啊。我爸爸在那耍流行还功夫，那叫什么功夫？挺好的人都变了伦敦锤了。啊，好看吗那个？那怎么着？不像话。那功夫练的应当怎么着呢？那叫头颅迈斗。哦，对对对，头颅迈斗。哎，膀炸腰圆。对六，你爸爸的腰是圆的。哎，我爸爸是王八。你算算。哎，我算什么我？啊，我甭算了我。膀炸腰圆的人都那么说吗？你可往下说，还有一句呢。还有什么？肚大腰宽。哎，对对对，反正有功夫就是了。那可你爸爸这功夫练纯了。啊，纯了。不单在这旱地上有功夫。嗯，在水里头你爸爸也有功夫。对了，那还是王八呀。你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你怎么说话呢？怎么？你说他水量大就是。就什么水量大吗？你光说在水里有功夫像话啊？覆水扎猛子。哎，这一个猛子下去好几个钟头。嗯，这多大水量。那是啊。哎，好几个钟头过去以后啊，就飘摇上来了。这是我爸爸呀。这是河漂子。对了，去你的吧。淹死了是怎么着？没淹死啊。没淹死他怎么飘摇上来的呢？他飘上来。是啊，他都喝饱了还不上来吗？不好几个钟头啊。啊，那没什么功夫。哎，反正你爸爸呀要打这个松花江那儿下去啊。嗯，就说打吉林市吧。哎，松花江下去之后，嗯，两天你就瞧不见了。哪儿去了？跑哈尔滨去了。哦，这是我爸爸。这是火轮。哎，你怎么意思你？怎么？你这像话吗？我爸爸一猛子扎到哈尔滨去了。啊，那是瞎话。哎，反正你爸爸在水里头啊能待个一天一宿。哎，这还行。那确实是有功夫。哎，对了，一天一宿上来之后还不算。怎么样？一口气，嗯，噗，就喷上一大朵莲花。哦，您说我爸爸在这水里头待那么长的时间，哎，上来的时候喷着一口水，到上岸上啪一喷，喷出一大朵莲花来。你说这功夫？这功夫？这是气功啊。气功啊，没有会的。那是啊。哎，谁也不会。你爸爸这一辈子就教了这么一个徒弟。谁呀？我。你哎，哼，连我都没学会，你会？你不行啊，你气力不足啊。对了，我瘦点。那是啊。啊，要不就教你了。您会啊？啊，就我会吗？哎，正格子，您要会，您今天在这儿练一手怎么样？啊，在您这儿啊。啊，我也练一练呢。练练。来了这个啊，傅莲花。嗯啊，行不行？哎呀，不行啊。怎么？你这也没有河没有水的，那怎么办？嗨，非得有河吗？气功吗？这个气功碍不着有河没河呀，你不有水就行吗？啊，我这给您来一碗水行不行？啊，就您这碗茶水啊。啊，这哪行？这个怎么了？这差点。这个为什么？这
茶水这色儿也不对呀、啊。那画什么呢？那我喷上去的这朵莲花，你一看呢，哟，黄色的，啊、这哪行呢？行，黄花。啊，黄花哪有黄莲花啊？哎呀，咱们就为的是看看您的功夫，不吝色儿。哦，看我这功夫，哎，这有点抱歉。怎么了？你爸爸喷那朵莲花啊，啊，能在半悬空中悬那么三分钟。啊，是你呢？我呀，哼，也就三十秒。半分呢？嘿，半分钟。那也行。啊，也行啊。嗯，大家全看见就得了吗？哦，就三十秒啊啊！大伙儿一看，哎、得。三十秒一过，吧唧就掉下来了。哎，行啊，有这么回事就行。那可以啊，啊，那来来试试。哎哎，哎，啊，您喝呀、啊？不是啊，您这儿有螺没有啊？螺呀、啊，啊，哎呀，螺，我这还没螺。敲他那螺没有？啊，那我说相声，我没事带螺干嘛？我又不变戏法。那、啊、这哪行啊？没有螺不行啊。我给您借一个就得了。啊，借一个就怎么样？您哪借去？嗯，就到那京剧团那儿去、哎、那多麻烦呢啊！那干脆这么着吧，嗯，拿您呢就去当锣得了、啊，拿我当锣？哎，我不行啊，我没锣呀、啊，啊，我怎么能当锣呢？那行啊，啊，拿您脑袋当锣呀、啊？拿我脑袋当锣？哎，对对，哦，我这脑袋是锣感觉，哎，那也不行啊，怎么？没锣锤儿啊？嗯，您看我拿这把扇子，这就是锣锤儿。扇子是锣锤儿，哎。我这脑袋哎，就是锣旗儿。哦，我脑袋是锣旗儿，您拿这把扇子是锣锤儿。哎，啊、哦，这倒不错。哎，就拿您这锣锤儿敲我这锣旗儿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好。我可先托付托付您。托付什么呢？您这锣锤儿可轻着点啊啊啊！干什么呀？不，您要不轻着点我这脑袋够呛。哎，我轻着点打。哎哎，对对。嗯，咱敲敲锣啊，念念咒啊。还念咒啊？变戏法不念咒，变十回九回漏吗？哦，念完咒之后，嗯，你就看我的，哎，啊，就喷了，哎，把水喝下去啊，往上扑，就这么一喷啊，一大朵莲花，哦，悬着半秒啊，半分钟，哦，三十秒，哎，好嘞，怎么样？来吧，来了啊，行，您注意啊，哎，啊，这碗茶水啊，啊，您看着啊，把我这个上嘴唇呢，啊，搁在碗里头，哎，把我这下嘴唇呢。搁在碗外头，哎，我要喝一口，哎，你先等会儿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这怎么了？喝水就完了吗？还这么些废话？上嘴唇呢，搁在碗里头，下嘴唇搁在碗外头，谁不是那么喝呀？你把俩嘴唇都搁在碗里头，那是一驴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说这话可气吗？我这不交代清楚了吗？那交代什么？那不废话吗？你来吧，您注意啊，哎，现在您大家注意，三十秒啊！哎，对对，好嘞。一二三，二二三。行了，这就来了。我呀，啊，这莲花喷不出来。怎么了？这哪行啊？啊，这锣一点都不响啊！不响？嗯，不挺响的吗？什么？不都听见了，啪啪的吗？哦，你们家那锣都啪啪的响啊！应当的。这锣不都是哐哐的响吗？哐哐的，嗯，您找别人吧，嗯，我哐哐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您说那哐哐它不是铜的吗？我这脑袋是肉的，能打出那哐哐的来吗？那行啊，啪啪的，不行不行，那怎么办？我一打你上边啊，你嘴这发音哐哐，这不就得了？哦，您打我的脑袋，哎，我嘴里发音，对，哐哐，哎，这倒有意思。哎，好，您这锣也不错呀、啊。啊，怎么？打上边下边响。哎，这还真不错，这个。哎，这你还得呀，认便宜。怎么？那锣没有这么打的。应当的。应当都低了着，打中间啊。我应当低你耳朵，打腮帮子。对，我受不了。你不变戏法吗？变戏法锣不都扣在地下打吗？啊，咱救回来行不行？哎，你来吧。一二三，二二三，通通。行吗？行，有意思。哎，跟我师父学艺在高山。通通，高山有个毛老道。通通，他的戏法把我传。通通，教了我们徒弟整八个。通通，道有七个成了仙。通通，今我贪财未得道。通通，师父将我轰下山。通通，轰下山来没别的干。通通，变个戏法大家观。通通，变了个二仙来传道。通通，变了个珍珠倒卷帘。通通，倒卷帘。通通，
倒悬帘呐！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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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！哎，您喷，喷什么？大家注意啊，这要喷了。喷什么？喷莲花啊！这是试试，试试。哎，呵，好家伙，试试就先打我74罗啊！您这试什么劲儿呢？你都变不就完了吗？不行啊，现在试试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哎，蛮好。啊，这还不错。那不行就白试了，合着。来吧。先喷不了。又怎么了？我还得请神。还请神？哎，请神干嘛呀？哎，不行啊。啊，你不请神哪能喷呢？怎么？我把神都聚到我这儿来。嗯。借他那个气力，我这一口气，噗，喷上一大朵莲花。哦。还得借神仙的那气。哎，当然是了。好嘛，来吧。咱请请神啊。行吧行吧。请神可是请神呢。啊。你可别言语，你可别说话。哦哦。别搅和我。你这一搅和半截，哎，把神都搅和走了。哎，神都走了，完了那就白费了。哦，我老不说话呀。哎，有你说话的时候。什么时候说话呀？我把神都聚来之后，嗯，你看我把水喝下去了，嗯，把我丹田气里也运好了啊。这功夫我呀腮帮子也鼓了，就等着要喷了。哦，用你一句话说。说什么呀？你呀冲着我，嗯，爸爸你可倒是喷呢。我这儿啊，噗，一口气就喷上一大朵莲花。怎么还叫爸爸呀？这里当然是了，就借你这一句嘛。哦，对，您练的这功夫是我爸爸的功夫，我就跟他学的嘛。嗯，所以我就得叫爸爸。对对对对，您当时把这水喝下去，哎，在这儿来个蹲裆骑马式，哎，腮帮子这么一鼓，气就运好了。哎，运好气了。当时我就这么一句话，爸爸，嗯，您倒喷呐。我这还噗就喷了，喷出一大朵莲花。哦、悬着30秒钟。哦，反正您喷不喷都在我这句话上。当然是了，我这句话说出来您就喷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要不说出您就喷不了。那是，就借你这句话说。得嘞，我记住了。来了啊。行了，您注意啊。嗯，一请天地动，哐哐；二请鬼神经，哐哐；三请毛老道，哐哐；四请孙伯龄，哐哐；五请小无禅，哐哐；六请老济公，哐哐；七请猪八戒，哐哐；八请孙悟空，哐哐；九请马连良，哐哐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怎么着？你这是？我说你不请神仙吗？是请神呢。你请马连良干嘛？他是神仙吗？不是啊。不是神仙，你请他干嘛？马连良，你听过他没有？唱京剧 啊是啊，你听过没听过？听过呀，总听。他在台上一唱2多钟头啊，你说他多大气力？那可得有点气力。还是的。嗯嗯，就借着他那气力吗？哦，您是借马连良的那个气力。哎，对了，请他吗？我哪知道这事儿？你这不没有的事情吗？行，您接着请吧。什么？接着请吧。接着请啊。我刚才告诉你没告诉你？告诉我什么？我这请神，你别给我打搅。你这一搅和不碍事、啊，神仙都走了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打头来吧。打头来，耽误事没有？你说好吗？这些锣又白敲了，合着。一请天地动，哐哐；二请鬼神经，哐哐；三请毛老道，哐哐；四请孙伯龄，哐哐；五请小无禅，哐哐；六请老济公，哐哐；七请猪八戒，哐哐；八请孙悟空，哐哐；九请马连良，哐哐；十请谭富英，哐哐。哎，等会儿吧，谭富英又来了。你怎么意思？你是谁？怎么意思啊？你刚请完马连良，怎么又请谭富英啊？是啊，谭富英啊。你听过他没有？听过啊。四郎探母，站立宫门叫小番啊，那点多好啊。那得有点气力啊。那嘎叫没气力行吗？不行。就是借他那气力嘛，所以请他嘛。哦，您借他那气力。哎，你说我哪知道这事啊。真是。那您就接着请吧。接着请。嗯，你这一打搅，神仙都走了。神仙又走了？那可不是吗。倒霉就倒我这说话上了。打头来吧。哎，好，打头来。一请天地动，哐哐；二请鬼神经，哐哐；三请毛老道，
通通。四请孙伯龄，通通。五请小无禅，通通。六请老济公，通通。七请猪八戒，通通。八请孙悟空，通通。九请马连良，通通。十请谭富英，通通。十一刘宝全，通通。刘宝全。十二白云鹏，哎，通通。早请早到，通通。晚请晚到，通通。如若不到，通通。铜锣相叫，通通。哈哈大笑，通通。糖瓜祭灶，通通。新年来到，通通。姑娘要花，通通。小子要炮，通通。老头拉屎，通通。小孩撒尿，通通。你怎么意思你这？通通。这锣怎么哭味了？啊啊，锣怎么哭味了？你管它什么味儿干嘛？你敲你的不就完了吗？那不行啊，锣有哭的吗？锣没有哭的啊。我这脑袋受不了啊，真疼啊这个。那你得忍着点啊。哎，我没法忍着。你那锣锤啊，最好您轻着点，锤下流行您是。啊，那轻着点。哎，你也别哭味啊，你得好点声音。这能赖我吗？是是。哎，一请天地动。哎，怎么又一请了？啊，怎么？这是我说话，我圆圆了吗？哦，这不行，这个。你就凑合接着来吧，你说话也完了，打头来我受了吗？那接着来啊。哎，老头拉屎，通通。小孩撒尿，通通。我这通通。什么什么？你就通通啊？是啊，你那玩意儿，你那唇儿光比划，我受得了受不了？我这还没念呢，你就来。啊，您那你打头来不行啊？一请啊，不行，打头来不行，您接着来吧。老头拉屎，通通。小孩撒尿，通通。火车拉鼻儿，通通。羊蹄快撂，通通。车还没到，通通。我这儿打你，通通。众位直笑，通通。座位已满，通通。概不退票，通通。一嘴失火，通通。胡说八道，通通。嗯。照通通教，哎，行，等我照，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怎么样呢？你这玩意儿没词儿了，你这嘴里都什么呢？没词儿，通通，你那嚼茄子，我这也来两锣，受得了，受不了。干什么？你得说出来，你我说什么？你那话得说出来，你那嘴里嚼着，通通，我受得了。到这儿不能说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点是念咒呢。这点是念咒，哎，那刚才不也念咒了吗？不行，刚才那请神呢，这点是念咒啊。哦，这里还这么些区别呢。真言咒语不能出口啊。哦，所以就、就这个。对喽。好嘛，嚼着也打我两下。我这念咒，你能知道我什么词吗？那我不知道。还是的。那您还接着嚼吧。哎，我这是念咒。通通，只有我知道。通通，别位不知道。通通，谁也不知道。通通，就我知道了。怎么？我这脑袋真疼啊！谁也不知道。你怎么意思？你这是本来你就不知道吗？哦，我不知道。哎，只有我知道。通通，那位不知道。通通，这位不知道。通通，那位也不知道。通通，这位也不知道。通，我你还有完没完呢？怎么都不知道吗？人家都不知道，就有两位代表就行了。哎，这位不知道，那位不知道，这家伙600多位，你琢磨琢磨，我这来1200多下，受得了吗？啊，就说大家都不知道，哎，就行了。只有我知道。通通，早请早到。通通，晚请晚到。通。如若不到，通通。铜锣相叫，通通。如若不来，通通。铜锣相排，通通。如若不到，通通。铜锣相叫，通通。铜锣相叫，通通。铜锣相叫啊，通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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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。哎，好，使劲，好，是这架势。哎，您爸爸，您倒喷呐，我都咽了。哎，你也来一下吧。